们华龙县职业中专这个相亲安置点呢，从昨天晚上下午5点钟开始，就做准备工作，陆陆续续的呢，应该有接近700人来了我们这里以后呢，我们学校呢全力做好，乡亲们的安置工作，来了以后呢，包括生活用品，床上的凉席啊，洗漱的毛巾啊，这些东西我们都安排好了，吃饭的食堂里面，都开餐了，而且乡亲们都还吃得比较满意。医疗保障方面呢，这里呢我们县指挥部他已经安排了人民医院的医生24小时在这里值守，针对这个天气炎热啊，年纪偏大的一些乡亲们，尽力做好服务工作。